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清朝乾隆皇帝喜爱巡游，他在位60年，有1/6的时间是在巡游当中度过的，其中包括北上祭祖、西去五台、东巡山东以及六下江南。在乾隆帝下江南的途中，他曾经3次登上位于江苏新沂境内的马陵山，并在这里留下了“第一江山春好处，十分梅柳色图传”的诗句。中国的名山大川数不胜数，而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将“第一江山”题写在这海拔不过百米的马陵山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马陵山，领略一下乾隆笔下这“第一江山”的魅力。乾隆皇帝下江南时3次所到的马陵山，是位于今天新沂市境内的南马陵山。这里最高的山峰海拔不过百米，属于低山丘陵，虽然不高，却重重叠叠，风光秀丽。其间的地质遗迹十分丰富，是江苏省内丹霞地貌显露最多的地点。马陵山的石头多以砂岩和砾岩组成，这类岩石的颗粒较松，所以一些山泉水经过岩层的过滤，就会从一些较大的缝隙里流出来。在这座山里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山泉水，但有一处泉水人们最爱喝，这就是长寿泉。这位老者是唐朝的药王孙思邈。传说他当年云游至此，就是用这个泉水熬药的。他为当地百姓医治了许多疑难杂症。由于他活了101岁，老百姓为了纪念他，就将此泉命名为长寿泉。这根柱子叫做龙台，有2条龙盘旋而上。龙台是专为乾隆皇帝南巡驾幸马陵山而建设的，在乾隆22年和27年，乾隆曾2次在这里接见前来迎驾的地方官员百姓，每次都在1万人以上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龙台是重新修复的，原来的柱子要比这大10倍之多，后来在战火中被毁坏了。马陵山上有一个著名的山洞，叫三仙洞。因传说洞的石壁当中有蟹、蛇、蛤蟆聚居而得名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于康熙9年游览马陵山三仙洞，创作《三仙故事》，收入《聊斋志异》，成为传世名篇。三仙洞的右侧是七真岩洞，七真岩洞又名七仙君洞。洞口有石基盘，承接洞顶泉水，洞顶石壁间泉水溅落如珠，所以叫做珍珠泉。洞内石壁上刻有7位真人像，造型不一，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。由于山体风化比较快，人物的面部表情模糊，已经分辨不清身份了，但从发饰、衣着和坐姿可以看出他们是道教真人。马陵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有名的古战场少说也有10多个，在古代及现代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。在当地有关战国时期魏国和齐国的马陵之战、孙膑智斗庞涓的传说故事流传很广。马陵山地区平野百里，山河相间，自古以来为南北交通之要道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齐、鲁、吴、越、楚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，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。1952年发现的花厅古文化遗址位于马陵山地区西北海拔60米的丘陵高地上，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晚期文化遗址，距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
经过四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，这里共出土了数千件骨器、玉器、陶器和石器等，其文化特征反映了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交汇融合，为研究黄淮河下游的史前文化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。华亭古文化遗址显示出较明显的文化两河现象。所谓文化两河现象，是指在同一墓穴地的若干墓葬中，一种文化类型为主，另一种文化类型也占有相当分量的文化现象。华亭遗址出土的陶器多具有大汶口文化的特征。而玉琮、玉璧、玉镯等玉器又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，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良渚文化的突出标志。华亭遗址出现的文化两河现象有着非同寻常的学术研究价值，它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，黄淮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古代文明就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文化交流。华亭古文化遗址被学术界称为东方土著金字塔。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《中国青铜器时代》一文中说，殷商文化的渊源应该到华亭文化中去寻找。在第一江山石碑的下面有一首题名为《麦》的诗：盼从蓟眼寒池浊，看到淮徐绿满田。第一江山春好处，十分梅柳色图传。这首诗描述了乾隆皇帝南巡过程当中所见所感。他从京城出发，经过河北的蓟州、山东的兖州，一路走来，所到之处都是一片严冬的荒凉。当他来到淮徐一带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，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这首诗，并且发出了第一江山春好处，十分梅柳色图传的感慨。马陵山就这样闻名于世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这里曾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码头之一，全国有18个省在这里设有商会。这里典当行开出的票据可在国内18个省的钱庄兑换现银。这里街道独特，民居宅院也各有特色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《遥湾古镇》。